或者说 EDG 想错位选呢？目前来看，保一手上路去维持瑞尔的一个中野这个中辅摇野辅摇摆还是最好的，但是同样的风火的英雄可能在接下来要吃班。沙王和杰斯已经没有了。哇，那是要保一手风火的阿卡丽去面对小炮了。确实是感受到了，你中野的强度不能太落下。或者说你像。哦，直接青钢影要全进场了。哦，那这样的话可能杰杰会出 NOC 哦，然后让瑞尔去辅助。选一个猪妹的话，青钢影加一个猪妹上野的联动，可能山鸡也挺难受的。哇啊、嗯，那这样两边。两边换血在一个五五开之间，下路方面的话也是两边都二级的时候，直接 E 上来给了一个嘲讽，嘲讽到两人，反手没口这边 Q 技能也 Q 到两人，控制都拉满了，回身给点燃净化解掉。杰杰是速三来下的一个路线，这个路线可能没有被 RNG 察觉到 Q 闪接上猪妹的 Q 闪，但是另一边 Able 一家闪现拉开，逃生做得非常漂亮，而且哦这边 PP Guard 也是用身位挡住了虚空锁叠，一家闪现溜之，嗯，把这个血线锁住了，嗯。看这波 Q 闪接玉铁树旗，再接猪妹的 Q 闪，要是没有这个嘲讽吸一口的话， Able 的 E 和闪可能交不出来、嗯、是 PP Guard 跟 Able 的出色配合，是但只有猪妹一个人来守是不够的，必须得叫人来守。下路双人组也直接掉了，阿乐也靠过来了，这波 EDG 想接直接开开大树，但另一边的 Mako 也是一套，但直接被阿 K 一个 Q 技能给瞪开了。这个位置看一下，小心青钢也过来影响，做到阿 K， 阿 K 这个位置应该是稳死板了。 UZI 是打爆电浆拿下了一血，合作团队额外经济，他这个神分会很晚才能出来。这一波就是为了守一先锋的攻势， EDG 全员集结。这波杰杰和 Mako 留人也非常果断，而且阿乐这边的一个支援也很关键啊，锁住了阿 K， 配合乌兹拿下一血，很团队。中路这边 EDG 想开皮卡的往前顶，有一个铁板穴，愿意上来给杜朗护盾的嘲讽，嘲讽到了这边的一个瑞尔，瑞尔是没有闪现，没闪走不了了。Mako 这个位置虽然有同伴帮忙挡了一下自然之握，但是还是要倒。小奶又刷新了自己的火箭跳跃，而且这个中路感觉可以免费推啊，甚至都不需要二先锋了。一会儿转小龙，这波节奏围绕着上中两条线，就尽可能的扩大这两条单线的一个单人优势，也没有太着急去控太多的资源和接太多的团。而这一波 PP Guard 的留人也做得非常的到位，主要应该是也和山鸡做了一个沟通，正面要打会多一个上单啊，随便开大波消耗，正面多一个奎汤吉啊，人多势众啊。 FOFO 远在上路，虽然有踢，但正面的话五人齐拆，加上放出自然之后这边 PP Guard 还要开 EW 直接控到两人，正面二塔已经拿了下来，而 EDG 的队员只能往后走，而正面 FOFO 还在找一个 TP 位置，可是后面没有绕后 TP 的眼位，这个先锋冲到一半被一个惩戒给惩掉。其实风龙魂也都有可以利用的一个地方，这边要送 PP Guard 的损武挂到了 Q 上来，但旁边有个山鸡在，正面是个二打三的一个短时间内，看一下小规模山鸡上来 Q3 在匣子里面瞪回了一个 FOFO， 但是还是有个匣子的掩护，加上 EDG 这边人数更多，虽然 EDG 刚刚站住了这个小龙的视野，但中塔掉的太早了，但如果 EDG 再放小龙好难打呀，后面但想接的话也很难接啊。看一下这波团战，阿卡丽踢到下路去了，但正面的话龙已经被拿了下来，而且正面的一个自然之后还捆到了阿乐，阿乐的一技能钢索要被打断 了，直接白给，而且正面 Mako 还被推了回来，正面的话想切这边的 Able， 但是旁边的一个瑞尔已经被切死，侠阵中直接一般就给扫死，里面乌兹是飞了过来，但是完全于事无补，可以闪跟，正面闪现上来两炮直接带走了乌兹，打出了一个零换五，那这样可以顺势转大龙了，真是一碰就碎啊，确实接不了。
大树的大招的捆绑，配合小奶油和皮卡的一个进场，阿乐完全动不了。而且这边你可以看到瑞尔跟 FOFO 的进场，去面对一个已经收获了一颗头的 Able 来说，就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意义。A4 的炼狱扳机直接开转，是小炮太肥了呀。FOFO TP 下来，本来进场的是在后面 Mako 能走，但杰杰应该没那么好运了，完全走不了。那这样顺势上路开始推吧。青钢影这个位置还在下路做着一个资源置换，中路方面的话 EDG 得做一点尝试去守一下。 Q 到了这边的山鸡哥，但是立刻一技能拉开，这边的话嘲讽的一个杰杰有个猪皮能稍微顶一下，兵线是姑且清掉的。阿乐也回来，这个位置 E 上来要留人吗？ E 的是一个 PP 干的， PP 干这个位置可能会死吗？交闪往后走，交闪拉开了，命中了后方的一个 Able， 但是 EDG 发现也没有太好的一个留人手段。这面 ONG 要反打吗？抢了一个草丛的位置，保了个针眼，等待中路的兵线。但这个血线的话没那么健康了，想尝试一下再推一下。EDG 方面还有大概两个开团性技能，但是 ONG 这边已经把自然之火交了出来，要逼对方的一个位置。这边看一下 Mako 只剩半血左右， Q3 已经等过来了。无字这个位置将个猎手把他往后拉，这边先融掉了 Able， 而里面的话看 FOFO 这个位置在匣子里面险死还生。这边的话阿 K 有一个近身，再一个 Q3 等过来的旁边的一个阿乐又倒。这边无字还在努力的输出，但是输出感觉不太够，一个毁灭手就直接把UZ大管的血条给他清空了，而且小兵被小兵给锤死了，那这样可以说是一波了，险太多了。中路继续带着大龙 buff 加持的小兵推进，两个 TP 同时亮起，那感觉要一波了呀，一波了呀。 Mako 复活还有五秒，哇，这两波团战，小奶油这个小炮啊，这个小炮枪口都擦出火花来了，真的是。那这样我们应该是要恭喜 ONG 先下一城了，再次在侠阵中把旁边的瑞尔击杀掉，恭喜 ONG 23分钟，非常急速的 ONG 是风格。